看他们两个啊。的发电指数怎么样呢？看起来都长得蛮帅蛮美的，但只有30万伏特，还不错吧？哦，30万就是30%的意思，30%还蛮弱。今天你的电力单位计算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大家以为30万咦很高吧哈，其实这算简单的啊，因为勤学但害羞，所以目标常被别人拿。哎呦，真的耶！手脚僵直，学了一大堆招数，但都用不出去。哦，真的哎，我国中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。我国中的时候也是喜欢一个女生，喜欢很久，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她，结果我都不敢。只有那个女生自己不知道，当事人不知道。她可能不知道，因为我就不敢表明，因为我觉得女生都会知道哎。对，女生应该知道，对。那我们就一票人都知道，结果大概过。一两个学期，他就被一个学长追走了。哇！因为你都不下手，不下手，你不动啊，而且有时候搞不好他也在观察你，所以看不出来你喜欢他。对对啊，因为你面无表情，这样好像有一点呢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对。那我现在很好奇，这么会讲的 George， 然后跟最后走的杨美讲，最下面好，慢慢来。我的话是每次在聚会里面，就是属于会以服务人群为目的的那个去参加聚会，就是消失的那个人，也不会消失，就他们在聊什么，我也是偶尔会听一下，然后就还手会不停的一直在忙。倒果汁，倒果汁。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们要请服务生来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时候请服务生叫还要太慢，我就看到他有时候还会自己去拿水壶来帮每一桌加水。对，服务员忙不过来的时候。男生也喜欢跟我当朋友，女生也喜欢跟我当朋友。然后每次要出去一个聚会，比如说要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喜欢小抠，你帮我瞧一下这样子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我就帮他开始，谁一进来我就说：“哎，那个谁谁，你跟小抠就坐这里就好啦。”啊，那个谁谁，你跟坐这里就好啦。然后或者是拍照拍照啦。那万一有人跟你抢菜怎么办？我菜很少哎，你菜少，因为我几乎就是每一个菜我都吃得下啦，所以就没有再挑了一下。先奇怪，剩菜我来处理，怎么会有滚烫的感觉？滚烫的意思啦，啊，意思说就是因为不挑身材才会那么胖呐，啊，然后想说大家吃剩下的不要我再舔就好啦，他救急。我其实跟人家讲蛮像的，我就是，还没喝醉的时候呢，我会就是招呼大家吃啊、交通啊什么，全部安排的好好的，连交通哦，譬如说我那时候有带一些男艺人去台中的一些夜店啊、夜总会啊，我们去让他们招待他们玩嘛。就作秀这样，一堆男艺人，然后特别为了一个夜店到台中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台中夜店这么好玩。对对，那时候非常非常刚开始台中夜店正好玩的时候，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就是店家花钱请我们下去，他们觉得请到艺人来玩，开幕这样子。我啊，就是每一个男生，我帮他们。每一个男生，我好像找五个男生，每一个男生我帮他们安排一台小姐，一台敞篷车，安排一台敞篷车，然后安排一个当地的女生的 dancer 坐在他的旁边，然后车是直接先开台中市区绕一圈，然后到夜店门口，在车上跳舞吗？音乐就放很大声嘛，然后到了那个门口之后呢，男生就下车，然后就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去把车开走，他就不用自己在那边找车位，还要啾啾，还要等同样收钱。那你该最丑就是那时候很帅气，车一丢，然后女生一牵啊就进夜店这样。哦，哇，然后旁边夹道民众就这样，哇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就是我会希望所有的人都是尽兴，我是属于这种。好，那就跟亚美讲的发电指数，服务性的，哎，服务性质，那当然是10万伏特。因为他们发的不是自己的电啊，他们在看别人的电啊。对啦，那种蛮有趣的。是，所以你们其实对于自己放了多少电这件事，永远状况外，除非漏电才勉强电到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能电到那些也爱观察，然后觉得你这个人挺不错。所以就去跟互看，对啊，两个人就默默的。相电，童子军啊，童子军性格，童子军性格，对哈，根本就没有要放电的意思，然后搞不好全场其实有人在喜欢你们，你们也不会去注意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忙着服务别人，对，真的，每一次都有人暗恋你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我啦，我就是那种，譬如说连到最后大家就酒酣耳热一片的时候，时间一到，或者是说譬如说包厢时间到了，或者说酒喝完，然后大家已经喝的差不多，我会站起来，把所有的人通通赶上计程车。所以后来我才发现，说其实那时候其实有很多机会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哦，就觉得走走走走，上计程车，你怎么可以跟他坐一台？你走走走走走开走开，你一个人走走走走。
全结束了，所有人都相信，结果剩自己一个人，就剩一个人在那里，留一个就你最喜欢的陪你坐。我住的离夜店比较近嘛，所以我就是全部上计程车，然后我就自己这样嘿，就这样晃回家，走路走回家这样。啊，这样好危险！你没有叫一个女生保护你？对啊，一起走回家啦，全赶走。对啊，不然大家穿高跟鞋，没人想跟我用走的。是，佩奇跟那个帽子，对哦，对，我们来看他们这一组好了，佩姐，我觉得还好吧。我很容易让别人看起来觉得，就是你刚刚说滴水不漏，我很容易。我有一个摩羯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他在电人的时候，永远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在电人。这么明显，这么明显，水，真的很明显啊，水，做到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完全跟他漂亮的。对，完全是跟他私底，就是那个局里面有没有他喜欢的人，一眼就很明显，很明显，真的。可是我的朋友也都这样说我，哎，就是他说完全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很容易跟别人有就是肢体接触，比如说就像刚刚拍那个什么肢体接触，就是 MV 说讲话讲一讲，可能就拍你，不会太夸张，那个才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就会变色员外，或者是我前阵子白云哥，妹子啊，最近好不好？那是白云哥，很容易就比如说人家看别人的脸看得很仔细，那他脸上可能睫毛上有东西，然后就会靠比较近，这样把他哇高招，这个厉害，这个高招了。有一次我的一个男生朋友，就是我就把他睫毛上的一个棉絮，结果不小心把他假睫毛真的睫毛，男生真的智慧吗？他就转过去跟我的另外一个姐妹讲说，他说我现在好有精神哦、喔。然后我朋友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刚被佩姐电到了，这样，因为我靠他很近，这样。拔什么毛？就是脸上有一些掉睫毛。你要教我们呢？哦，对啊。对，然后或者是之前，因为我们常常拍戏，就是梳化服帮我们整理那个仪容，都会觉得别人来碰你好像很正常，所以你也会不知不觉，比如说想去碰碰人。对，我之前就是碰到别的男艺人，就头发掉下来就帮他。哇塞，这个重。没有，然后因为那一次跟那个柯有伦拍戏，就刚好被我的经纪人拍下来，他就说你看你们这一张超暧昧的，因为我刚好就是在帮他拨头发。哇塞，好危险哦！可是你说是不是故意的？其实当下没有那个想法，只是觉得不想看到别人也乱乱的。那你看远远的一个化妆师跑来弄，不如你这么近先帮他弄。哇塞，这种不经意的，这样子就电到了。这种不经意的很厉害，是电不经意，不经意的，女生不经意的。哎，可是我在电梯里面也有遇到一个男生啊，然后我看到说，哎，你这边有毛的，把它拔下来。他说，我什么智慧毛？人家留了二十五年。把人家拔掉，一根还很长，再塞回去，这是 gay 搞了，对不对？一拔掉一秒变记者，是我的朋友，所以脸脏脏的是什么？是口好是我的痣，是啊，超尴尬。你们不适合用这个招数，对啊，哇，那个佩姐对冒起，像这种不经意的真的很厉害。那有时候男生就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反而就更主动，对，就是因为他启动了我们要进攻的那个欲望。真的，可是也会让不喜欢的人误以为你喜欢他，这也是很困难。会错，这也会。不喜欢你就给他不要帮他弄就好了。来看佩杰哈跟那个茂奇这一组，你们的发电指数，我想茂奇应该没有。变一个来十个，所以刚刚佩姐说有很多误会是真的，好准，你都不知道有一集录一个画面，就是丽文在介绍刷鞋子啊，生活的东西那一集，刷我的鞋子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在吗？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红糖在刷牙，对不对？跟你也是你吗？也是我。你怎么那天一直被我都没有一直被刷鞋子被一直刷，对，牙齿被脏了刷，我整个人，然后最后拿刷鞋子来刷一下，因为我们制作人有 say 好，就说红糖你等一下就是跟哦的这个意象刷牙，然后来看那个真的有洁白吗？他们介绍的东西嘛，然后丽文呢就介绍了一个刷鞋子的，然后你就要反正然后谁的不关他的事哦。
可是呢，最后不知道怎么搞的，那一整盘的东西都在他的腿上，然后呢，他就是就变成他坐在他的旁边了，刷鞋刷牙都是他哎。哦，对，因为帮他照灯，他还帮他照灯，然后红糖就傻傻的一直在那边叫。刷鞋啊，刷牙就一直在那边帮他弄哎，有没有印象？这样讲好像有印象啊，因为东西都在我身上。那为什么东西都在你跑去你身上了？对啊，那不是我介绍的，我有事情。还有你们要小心哦，你们这个120万伏特的，不要随便注视别人的眼睛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佩姐很爱哈。对，你们只要一注视别人的眼睛，别人就会陷进去。没有，因为他刚看我的时候也是那种。他很认真看，然后眼神就我没有办法不看别人的眼睛讲话，因为我妈说看着人家眼睛讲话是礼貌，对对，所以我只要遇到那种，比如说别人在做事情，然后我在跟他讲话，然后他可能眼睛就在闪烁，我就会一直跑到他前面去要跟他对眼，我说你刚好听到我在讲什么？奇怪，为什么我妈也这样跟我讲说讲话要看人家眼睛？结果我看人家眼睛是干什么？男生女生不太一样，女生哦，如果可以静下来，在一个就是这个兵荒马乱的场合里面哦，那如果可以静下来，好好看这个男生，看个3-5秒，男生通常都受不了。会。前几天来，因为我每个礼拜一都会来开会嘛，然后我开会当然就穿拖鞋啊，不化妆就来了，然后电梯打开完会了，我们开会在4楼，开完会了我要到 B3 去开车。然后4楼的电梯打开，从楼上下来，我可以看董事长，因为董事长很高嘛，然后这样进去啊，进去董事长，哎，然后董事长就然后我就一直看他，董事长，一直看他，一直看，因为他很高啊，然后董事长就这样，害羞，电梯到几楼，偷瞄我就一直看，尴尬，他没有认出我来。化妆啊，我没有化妆。哎呦，后来我就门，后来我到了以后，我就跟他讲我是虞美人。哎，我要开玩笑的啦，敢死无敬，把人吓一跳这样子。因为我跟他吃饭，他都就什么前几天才一起吃饭的，为什么今天你认不出我来？我就想，一直看着他，就他不敢看我哎，是你的错啊，你没化好妆给他看。对，我忘记了，我以为说他应该会认出我来这样。嗯，就现在来看我哦，董事长，我的发电指数你注意一下，就先不听哈，先揭晓好不好？说服男生好 easy， 简单到吓死宝宝了。好，我们这一组的人呢，如果你们要把这样的男生，你会发现他身上的强项，他们会非常开心，会觉得天啊，这极力的夸张，对，我很努力在做这件事，只有你看出来哦。